Hello，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DJ Irene。今天我要教你们生活主题书。生活主题书《鱼儿水中游》是这一本蓝色的，有很多鱼的第五本，请你们拿出这一本蓝色的书。好，我们来翻开第16页，看到吗？OK， 我们今天要来读诗歌，跟着我一起读哦，小朋友。孔雀鱼，孔雀鱼，孔雀鱼尾巴长，彩色衣裳穿身上，闪闪发光真漂亮，选美比赛它最棒。好，我们再读多一次。孔雀鱼，孔雀鱼，孔雀鱼尾巴长，彩色衣裳穿身上，闪闪发光真漂亮，选美比赛它最棒。好，我们这个有看过孔雀鱼吗？来，我给你们看孔雀鱼，之前老师有教过你们的。这一个是孔雀鱼，这个是公的孔雀鱼。公的孔雀鱼是比较有颜色，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。然后母的孔雀鱼呢，它的颜色比较暗色一点，白米色、棕色这样子。这个是孔雀鱼 ，OK。好，今天我们教的是孔雀鱼，再读多一次哦，小朋友。孔雀鱼，孔雀鱼，孔雀鱼尾巴长，彩色衣裳穿身上，闪闪发光真漂亮。选美比赛它最棒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诗歌就读到这里，记得要重复的复习和重复的听哦。好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